不要掉进水沟。没有水沟在旁边，它不会，它只会被车撞到。在对面。太危险了。然后人家有一个。过减速了。
杆了。脱杆了吗？甩杆了。甩就用甩的。啊，怎么掉的？用那个拖杆。什么意思？用拖杆。我们杆是用丢的。用甩杆。你的线是慢慢放。
给你记下了哈，好不好？我看看。那个，